民进党立委陈欧珀今天在马总统母亲秦后修的丧礼闹出风波，民进党中央火速开闸。行政院前院长游锡堃认为呢，陈欧珀言行上的确有可疑之处，也认同党中央的做法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他们都有纪律，他们也都一起规定。那如果说个别的立委委员在外，言行上有可疑之处，那我想这个民进党的立院党团他们会做最适当的处理。那我的立场事实上跟中央党部的立场一样。